其实高雄自古以来就是重工业，然后是一个港口城市嘛。那以前其实就是南部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重心。那最近这几年，我们也可以看到经济啊、贸易啊，其实都在逐步的往南移。所以其实我们很高兴有这次机会能参与到高雄的这个球队的建设。对，那我们也想加入这个经济的发展，我们也想为建设高雄出一份力。高雄其实有台湾数一数二好的这个篮球环境，包含说这个积极场、积极馆，我觉得那边的这个气氛真的是台湾打篮球最好的气氛的场地之一了，但是就真的是他在国外也很少能找到这种气氛的场地。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高雄做运动的话，那做篮球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好机会。因为本身我们当初取名这个钢铁人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因为在地化的关系，然后本身高雄是重工业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样因此而取名为钢铁人，这样可以间接的也让高雄人民知道钢铁人是比较以在地化的名称去给它命名的，也比较符合我们高雄人的精神，也符合高雄人在地文化。未来我们球队就是会比较跟与在地的高中或是大学上，未来会有一些比较紧密的连结，比如说就是提供他们到我们篮球队这边实习，做一个未来的长期培训这样子。我们高雄钢铁人其实聘用了很多高雄在地的员工，那其实好多员工他原本是在台北上班北漂，那现在我们提供的这个机会让他们可以返到高雄自己的故乡上班。那像我们的总经理智妍就是其中一位，那包含说我们的这个场边之后会有开放很多的这种产业跟学习合作的机会，那希望说能跟这个高雄这边的院校提供各种这个活动给他们。我们也让一些球员原本可能在北部，那他们现在想返回家乡的，所以我们就提供大家一个这个机会，能在高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属地主义的确是现在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嘛。对，那怎么样让当地的球迷更有觉得我们是在地化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在地化这件事情用说的都不准，用做的才准。对，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选凤山体育馆这件事情。从小我看 CBA， 我就是在碰到体育馆看，对我来讲那个刻板印象是已经放在心里面的印象，就是说 OK， 凤山体育馆就是篮球的圣地，就是职业篮球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今年第一年的阶段是我们先把比赛地板就是重新翻修嘛，然后就是把 FIBA 就是国际的一个等级的一个木板我们重新做一个整顿，然后把这个环境弄更好，这是第一步嘛。那未来我当然相信我们会针对球馆有更好的一些设备的一个提升，那也会结合市府局处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把它做更好，也打算跟我们的就是在地的一些商家，比如说不只是凤山啦，但会先以凤山体育馆周边的商家为主，那我们看怎么样去做一个结合，然后其他部分就是更重要就是跟在地的回馈嘛。那就是我们最近也会有在跟就是一些学校在谈，那我们也希望说把我们的球队资源也一起带进去，例如说我们球员可以到学校里面可以有什么的一个互动，一个分经验分享，随着球队越来越壮大之后，我们的行政组势必会扩编，那扩编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希望用我们在地的一个人才嘛，那这些人才永远就是从这些大专院校出来的，那从前端的一个就是开始培养，那到最后面可以到进到我们球队来做服务，这是我觉得我们未来会想走的一个方向。